一起唱唱过他一起合唱，还有群戏，一个群老师，哎，这个哦，像我们的农坛区公所，以后也可以来布置用这个来举办，对，对，然后坐在墙壁上，对，他这个做好以后，这个没有浪费，还要放到国民小学，还有秀兴三路国小，还有我们的秀兴活动中心，哦，可以长期给大家，这是用那个油画画布，对，不泡水的，对，这个不怕水，这样蛮好玩的，哎，我们有请三位艺术家进入这个社区教民众创作。OK 啊，像左边这边就是他们妈妈一般一般，每个班自己画的，像这个呢，这个阿妈，她因为刚才她卖这个菜包，刚才卖菜包那个，要把社区的产业把它结合出来，剪贴，所以等一下不太好，我给市长市长分享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会，哎，好，这个，对，刚开始设计妈妈什么都不会，四小时以后把这个画画出来。这个四小时，哎，国强在哪里？国强，他现在有一家就是国强，他到哪里一定跟着他。所以那天画画的话，国强是坐旁边给这个妈妈讲，带个媳妇，妈妈和他的一起画画的。啊，这个是李金花，哎，李金花，来，本尊介绍，讲几讲话，讲一讲。不知道我那天来才发现，对。好棒！哎，这边可以来一张吗？啊，一，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啊，站在那里无视。好，最前班哈，啊，这个是一个俄罗斯的艺术家，好，结合我们三人国小林校长，全校师生65位，把这个花了一个早上把它画出来。这个每个作品是每个小朋友画的，把它再把它贴起来，贴起当一个太阳，太阳照耀整个大地，哦，像我们客家乡村以前终老的一个鲁冰花的故事，延续在我们客家的刻苦耐劳的精神，把它文化结合艺术，再加上地景，把它文化把它传承，哦，有意思。那这个以后完毕这个活动呢，就放在三人国小。三零国小的校长认养，校长认养了，不错，不错，可以讲那个空间，创作的空间，哦，可以知道，我们小说的故事点就是在。